不是所有的相遇往后车相聚，随口而出的言语，可能是语言，这一切是谁在安排？难道只有听从和等待？当奔忙在寒风中换取平凡的生活，可我并不感觉很难耐。当晚风送走夏日，留给我漫漫长夜，是什么竟给我刺骨般寒冷？Thank you。